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鲁阁的搜救指挥所，今天已经是花莲地震发生的第四天，目前已过了地质灾害搜救的黄金72小时，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仍有不断的救护车从我们的太鲁阁山区运到我们的指挥所。今天早上大概有2到3个批次的伤员从山上救了下来。目前上面就是天祥那边之前是因为地震倒塌，所以造成多处的道路坍方，那经过我们公路段这几天的抢修，它已经天祥以西的部分已经是完全顺畅，就不是受困了。现在目前他们那边其实可以做撤离。这两天备受关注的沙卡当步道的6位失联人员，在昨天找到2位失联人员的遗体之后，今天又在这两个人距离大概2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位女士的这个遗体，发现的时候也没有了生命迹象。这6个失联人员当中有5个人是一家人，昨天找到遗体的是爸爸和大女儿，今天找到的一位是单独的一位失联人员，他的妈妈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的遗体仍然没有找到。由先生的太太嘛哈，还有那个他的儿子跟小女儿，目前这3个有可能已经是不是遭掩埋不知道，那个石头大石头压住，目前比较没办法。我们有打掉一些啦，可是还是弄不出来，所以还是可能要靠中继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花莲市内的重庆市场，这里距离海边很近，最近的港口到这里的车程不过10分钟。同时这个地方距离已经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直线距离也不超过500米。今天我来到这个重庆市场探访商贩的经营情况。老板，这两天这个地震之后我对我们生意有影响吗？应该在少一半，少一半餐厅应该是很多。这个市场它平常的人数就比现在还多，而如果遇到这个假日应该很多，影响蛮大的啦，至少都是还差一半以上，很多渤海现在也都没有卖，但是最近就暂时先就卖个基本几样而已，它应该还会影响一阵子的，但游客没有进来到花莲。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市场内的人流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恢复，但是据商贩老板告诉我，这样的规模还不到平日里的1/2，尤其现在正处于台湾的清明连假期间，目前的人流状况不到节假日的1/4。在我的身后是花莲市市立殡仪馆，目前殡仪馆内搭起了罹难者的联合灵堂。